关心你啦。有烧香吼，你得爱看烧食。好好。真亲热呀！对对对。延续水患后慈济人关怀乡亲的那份温暖，嘉义志工再次深入乡镇举办祈福会。每一遍后顶村有灾难的时阵，我看的主席，敢若袂是我的四大人一般，我目屎真正流落来。敢若这朱振林来甲我尊口，安尼倒下去。最体了恁各大家，恁几百人来甲阮祈福啊！你看。有哩地动啦，也是创啊创啊，拢嘛是咱主席变做情况，我是感觉咱主席做热心的，做好就对啦，安尼啦。志工与乡亲透过祈福会在续缘，村长也许下这样的愿望。未来，我把我的砖头，莫再来饮水，把我的砖头对着上面，对着这些孙兄孙姐，等行出来，换来换咱。咱来甲人斗下手，安尼好唔好？这份鼓舞的力量，同样也出现在布袋镇的贵社里。里长代表乡亲感恩志工始终没离开过他们。咱对待到目前，已经是国管会啊，这影响了不起。即就咱主席。这个中央部队让来给咱到以后，这是非常好。你对咱在心灵吼，对咱的心吼，看会当用它发挥规则一面面。很感恩那个在我们那个八二三那个水灾，然后送那个便当爱心便当给我们，然后之后也有那个访问啊，然后平安的访问啊，也很感恩。